头到脚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啊。对，那个时候天气有点转凉了，嗯，他穿了一双小拖鞋，还光着脚丫，那个小脚丫特别脏，嗯嗯，他那双拖鞋也不像是他的拖鞋，嗯，有些大。当时他那个胆怯的小眼神儿，站在队伍当中，就是特别不敢看人。后来课间操之后呢，我就询问了他班主任老师，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？他好像太脏了哈。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带他回去洗洗澡啊？他说的，哎呀，那最好了。然后带他回去洗澡呢，啊，搓澡巾我就用了三个，搓澡巾用了三个，嗯。还有一些被蚊虫叮咬的这个痕迹，还有磕了碰了的这个痕迹，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搓都搓不干净啊，我就挺酸楚的，挺酸楚的。我挺用力的搓了啊，可是呢他也不觉得疼，他也不觉得疼，但是我就更心疼了。你那个时候你看老师像什么？像一个像家长一样，像家长细心照料我，通过洗澡建立了信任感。之后呢，嗯，我就带他回了我家，我们就吃晚饭了。嗯嗯，他当时就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。我们家晚饭一般都是两菜一汤，然后他当时吃了四碗米饭。那是饿了多久？我就怕他撑着，当时，啊，心想，这么小的小孩儿，然后吃了那么多饭，再不爱消化。吃完了我还问他，我说摸了他圆咕噜咕滚的小肚子，我还跟他说呢，我说饱撑不撑啊？完他说的不撑，那还能不能吃啊？还能再吃。哦，我想别吃了，这样的话可能吃多了会撑坏了。所以接下来你对他的照顾是全方面的吗？那个时候我就会经常每周末带他回家来洗澡，这样呢周日带他回来洗澡，周日要送回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回去。嗯，他就说那老师我能不能再住一天呢？然后我说可以，那就再住一天吧。然后周一跟我一起上班。嗯，这是周末。有的时候要是把他给送回家了，看见当时他家里的那种情况。你去过他家？去过他家，我经常去他家，因为不放心他。他爸是个什么状况？他爸是，嗯，前两句说话呢，嗯，还能说，嗯，说一点儿，嗯，后两句说话呢就有点颠三倒四。嗯，对，有点思维不是很清楚。所以你也不放心把他放在家里？对，我特别不放心。然后给他经常是送回去以后呢，然后我走了，我跟他就难舍难分的走了。走了这一路上呢，我就充满了不放心。然后回到家以后呢，寻思寻思还是不放心，然后我再开车回去再去看看他，看看他呢，他确实在那儿孤孤单单的样子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就在还趴在窗前，还可能在我走的那个余温没有回来回神的那个过程当中的，我心特别酸。然后当时我看看他，我说宝宝跟我回去吧，然后他高高兴兴的跟我就跑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又回去了。